前几他们家就出了这种怪味胡豆啊，一箱足足有400克，差不多有15包左右。它一共是两种口味，有牛肉的跟麻辣的，而且都是给咱们做的这种独立的小包装。这个怪味胡豆真的是我以前经常买的小零食，它里面就是用蚕豆，然后外边包裹着面粉炸的，吃起来就是酥酥脆脆，嘎嘣脆。我吃的这个是牛肉味的，它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有点甜，有点咸，这个味道就是很丰富，特别酥脆。咱们来看一个麻辣的，麻辣的吃起来就是一丢丢辣，老人小孩都能接受的那个辣度，很好吃。14.8块，到时候给咱们发一箱。这个蚕豆真的就是越嚼越香，这两个味道都很好吃。咱们有喜欢吃这种酥酥脆脆的小零食的，你一定要尝一尝这个。每一口的味道都不太一样，它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怪味胡豆。